哎呀，这些大车还要等三天才能过，他们得在这里过三天，这事情挺难受的。好了，我们到达了泸定，左边就是泸定桥啦。哎呀，这么多人，摩托车，我就不凑热闹了，还是走吧。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。啊，高速公路桥，大桥，这桥吧，太壮观了吧！天气贼好贼好。这里有一辆房车，有一辆船车。到达康定，这里就是康定城。现在来到了康定，这里是一个停车场。今天我订了一个太空舱的酒店，我要体验一下它跟我的富士床车有什么不同之处，所以现在去。就是靠窗子这边的。好，上面是吧？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太空舱到底长什么样。哇，这里看过去是不是像就是在这里啊，迎接。看一下，有一个小桌板，还有保险箱、插座，还有空调也有。先进来看一下吧。取个电。酒店，关上门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灯光挺科幻的啊。就想哦，这是可以调亮度的，触摸的。这调空调，风大小，白灯，啊，这是另外一个灯，亮度，阅读灯，睡眠，哎呀，睡眠就全暗了。这是开门的，哦，这里就开了，有一个插座，还配了个电热毯，但是现在这个天气用不着了，比我的床车稍稍高级了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也只能是稍稍高级，至少它是有空调的。它的功能一样，但是它的那个调性要高一点啊。好嘞，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喽。